这是一款道顿 DC-150 全自动财务瓶装订机。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操作面板。电源开关键，操作面板依次是复位键、刀头上升键、刀头下降键、启动键、打孔启动键，然后有一些光线指示、灯光指示，分别代表机器的自动报警，有送料报警，当送料不到位会提示，护罩报警，保护罩不放到安全位置，不放到位会出现报警，打孔报警，当刀头发钝或使用时间长，打孔装置有问题时会出现打孔报警。下面是装钉报警，装钉超时或者装钉系统有问题会显示装钉报警。然后还有一个顶针动作键，当装钉管漏在里面或者每铆紧时会出现顶针动作提示键。下面与打孔键和装钉键，本机器可单纯打孔用，也可打孔装钉一体。通常我们装瓶证要切换到装钉键。操作方法如下：打开电源开关，预热3到5分钟，装钉指示灯稳定不闪以后即可装钉。首先调整一下平台的距离，前后距离固定，然后将瓶呢放入相应位置处，点动启动，打孔同时自动接管，并在同一位置顶出热压约3到2秒钟，一个孔装钉即可完成。然后再移到另外的相应位置，点动启动，同样打孔接管，顶管热压3到2秒钟，装钉即可完成。